起来吧，洛尘。啊，本派的大五行剑法以天地间五行相生相克为运行规律，阴阳相合，水火相济，变化万千，无穷无尽。你切莫心急，还是要脚踏实地，一切从最基础的练起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，多谢。 景霄师傅，我一定会谨记的。嗯，云峰，在。若尘今后的修行，还需你多多敦促。是。好厉害！你们休息吧。 它掉了！神了！我还从未见过有谁初学此剑法。 就能体悟到如此境地，不愧是天选之人，若尘，假以时日，勤加苦练，必成大器啊！没道理啊，这么快啊！若尘，可以呀，你。 想当初，我第一次遇见的时候，还比你虚长一岁呢。所以，若尘啊，不愧是千年一遇的修仙奇才啊！嗯，哎，你说，我15岁开始修行，历经10载，方才练成此术，这你这也太快了吧！师傅，其实不瞒你说，我根本就不知道。